现在要去哪？北投那个找树立专家、老车专家。下小坦，东道坦，东道车业的小坦少东。所以我这次打算说去这个跟他讨论一下哦，然后看看我们这个车可以花多少钱，可以整理到什么程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小坦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这个车，好，给我们一些建议。这部车外观的钣金部分其实乍看起来是蛮漂亮的啦，因为有些线条都还是很完整，还在很漂亮，这几乎都修过。这部车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太大的整理耶，里面都有涂红单，所以这部车很固车哦。拆下来涂啊，啊，对，挡泥板拆下来涂，对，拆下来涂的，啊，这个线条都在，很厉害。乱买买到，买到好车，你看多棒。好，所以线路大概都稍微整理一下，那我们就密切处理了，好不好？下次见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サイシェカギカン。カイ車にくいぬい。マーシーの。从这个疫情没有零级到一级、二级、三级，加强版，加强版 Plus， 对对对，啊，搞到快封城，我们要趁封城前要把车开始把车签走，先转场去做钣金烤漆。我想说封起来就没得签了，好不好？好险，他也是蛮赶，帮我们做的蛮快的。那我们现在这个简单的，请小坦来跟我们讲一下，就是大概。其实这次修的，因为这 G 楼款其实都还算好找零件，嗯，那就是那时候小师哥后来说要改成 S 车头，对 ，S 车头就比较麻烦，因为他那个落前后期离现在太久了。G 楼是1990年到1992年生产，对，可是 S 车头是1984年，对，一直到1990年停产，对。可是这中间衔接，因为一些车头会碰撞，有的没有，啊，所以要找到完整的零件，其实真的不是很好找。哦，对，哎，对，我不小心出了个难题给他。好险，我后来那天我们拍的过程，一个车友来说，哎，欸，你还有没有多的备料，先拿来用一下。你看在运用社团的，对对对对，能量了。那个玩老车就这样互相交流。对啊，不错了，感觉都出来了。就尽量密合啦，因为对啊，还是要再修整的。
你这部车原本雇的都还算不错，我们这次修的一个是引擎调教，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冷气整套全换光了。原本以为只有压缩机坏，对，压缩机换完高压又太高，对，前冷排塞住了，前冷排就改掉，改成新款的密比较密的啊。冷排换掉了，对，几乎冷气系统循环完了，对，冷气系统都搞掉了，对，都搞定。然后引擎它基本上这台车引擎的状况其实就原本就很好，只是它一些先天的条件，它因为久了没有调整，对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调了气门，有调了化油器，底盘的很多零件、和尚头那几乎都是新的，所以这部车说真的，在我这里我也不知道修什么，因为我们能用的套件几乎它前面都已经换掉蛮多的，哇，那整个冷气系统都新的，你看。好吧，那剩下的我回去就把这个，对，因为外观的东西其实隔热纸拆一拆，拆一拆掉，因为这个基本完全都退到不行。嗯，然后我们后来有发现一个排挡头很松，我后来最后试车有发现那个排挡头机构很松，然后我有把它换了一个修理包，这是树立的通病啊，它里面那个是橡胶衬它会破啊，对，打久会破掉，对 对, 對，所以你边开那只会自己晃，轴套啊，对，那个轴套刚好我有做新的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个也不打扰它太久，已经打扰它一个多月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，就是外观跟内装的整理。好，那我们谢谢小凯。不会不会。好，那下次我再找车来、這個、再整修一次，考验他。OK OK， 没有，欢迎欢迎。今天这一台303要发包，要跑漆。我有跟那个小师讨论过了，就是、啊、一样，保险杆一样，黑的部分就是黑的，外表要保持这个颜色。内装啦，因为这个内装啊，它跟一些车都一样，这个里面都要烤。但这里面要烤亮一点，要比较漂亮。好、哦，来对这四个门板，哇，四个门板都要烤，所以这还酷，它碎耶，安尼烤盖塞。好，外表就整台烤一烤嘛。原则上这个条啊都爱老条哎，边条都留着，边条留着啊，这个生锈都要处理啊，这个都不要了，这个不要啊，好像稍微快了，对啊，好像有缺的再补上去啊。哇，这个啊，你看这台不扣没塞，你看哇，哦，哪些东西啊？对啊，哇，啊这种扣啊的神仙你啊，其实哈。老师傅对这个就很有感情，他们应该知道怎么做。对啊，这个就搞不好他们学徒的时候就学这个嘞，这应该都做过了。好，就这样先弄来粉了，红水先给你看，先给啊，等下跟他们做一下就好了。本来想说哈，把它抛光，你知道吗？一直胖胖胖胖胖，不要变足筋呢。结果想象中的是不一样啊，因为有些地方还是摸不到，所以没办法。现在把它拔下来烤漆。颜色蛮好看的啊。知道。来雕姐，雕姐，看。上输的迄落啦吼，星巴克啊，水饺哦，冰水饺的哦，水饺可以吃水饺的哦，嗯，我要啉冰的哦，我要冰的，感觉好听到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无啊，我要输唔甘愿叫烧的啊，你讲啊，你哪拢对我讲，哈哈哈哈。弟弟啊，你最输啦，啊。星巴克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拍成金刚柱，对吗？啊，就是。
你觉得可以吗？等一下就知道了，拿起来就知道了，应该甩了。哇，3万，还不错啊。那好像有喷到一点，没关系啊，就到时候再处理一下就好，刷黑就好了。啊，你买好碗吗？你不能。哦，哇塞，土豪金。财务丁都没有扭力扳手哦，财务。哦，先说完了。扭力扳手有没有？好，来啊，准备啊。哇哈！好，华哥，华哥，哎，扭力扳手兄弟啊。啊，那我按调度起来，讲咱不专业哈。啊，来，开始哦。扭力扳手哇！哎呀，哎呀，哇，哎，哇。哎哇，有力分了，台灯好了，这次是创新，就是银底，好啊，金框，有没有完整的？嗯，还蛮好看的，蛮好看的哦。嗯，对啊，这个到时候再稍微弄一下，特别那港棍有差，差不多了吧？啊，那个音响那个来，我等一下再把它装好。要不要现在装一装？装一装，好啊。哦，这个是小师好不容易在跳蚤市场找到了，挖到宝，然后买回来的。嗯，这种老机器啊，就要送到老的车，仿旧形式的新机器，走，去装起来，耶、yeah ！在拍了，在拍。看，那我还想说我在游车河呢。哇，真的弄很冷，我记得还会太冷，太屌了。这车就慢慢开就好了。我们要上高速公路吗？好啊。这假的啦，会不会两个叫拖吊车？好了，算了，这样他他的小毯你不相信他？相信他。上高速公路哦。它这个就没有动力方向盘，所以路感非常的明确，而且重手。哇，这爬到坡有点慢，我砸到底，二档砸到底了。哎、欸，四档而已啦，靠呀！我又想要打五档、六档了。我去慢车道，我去慢车道，很飘嘞，会很移嘞。哦，不过开到高速公路冷气更冷。其实以前的老车都有这种问题，当你的车没有撞风的时候，尤其在塞车、夏天塞车的时候，冷气通常冷度都会不够，因为以前是跟着皮带的嘛。不会啦，这种车有需要介绍吗？哦，哎、欸，我们这老翁老哥恭维呢，飞乐嘞，哎、欸，我们上高速公路哎，他、啊、这种车是不是去弯那差嘞？黑色的夜，燃烧着风哦，谁唱的？我不是你，人肉点赞。等你哦，这至尊无上之勇霸天下，一个人走在冰冷的城街。忘记自己。唱得太嗨了！哎，老歌没什么，整首歌词都会背，屌了吧？哎、欸，真的啦！哎、欸，开这种车有没有？然后唱着一些，以后我们要这样好了，我们开什么年代的车，我们都在唱符合他年代车的歌词。啊，比如说这台是1989，看人家1992吧。啊，那履烈呢？我知道那履烈在跳啦，那个压缩机的履烈。好、啊，他有时候跳休息这边会掉掉掉，看。这是最机械式、最直接的那个反应，而且你看，我们现在这个也有开80哦，我们没有不是当乌龟哦，因为前面的时候我们还是保持安全车距哦，好，所以我们不是乌龟，现在就大概是80的时速，舒服。好，这个车今天是因为哈、哦、对象是泰山，不然我就沿路开到北海岸去了，前店北海岸。如果今天摄影师是我马子的话，我就带他去前店北海岸。现在塞里皮汽车旅馆，哎、欸，那个柜台的小姐不知道会不会很那个哦。就是它玻璃全透，开进汽车旅馆，有没有？
还蛮屌的。对，它铝类掉掉了，现在又没冷气又没那么冷。对，它这铝类会一直跳，一直休息，温度目前看起来还蛮正常。二，然后又动。对啊，我刚刚一开压缩机就动了。一人进，二强冷，三省电。好，我们经过了一番的千辛万苦哦，那也把它整理到这个地步。今天这个出来带大家兜风一下，大家回味一下1992年还有什么歌曲。不行，我要找一下1992还有什么歌。1992，金曲龙榜以前是胡瓜主持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我今麦看到我好像想起来有金曲龙虎榜哎。来，我们从第十名开始，蓝心湄，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。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，好不好？哦，有。歌词还会，第一名。谢谢你的爱，刘德华。老的哇，嗯，是不敢、不想、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。好，有没有？以上是1992年的金曲龙虎榜。为您揭晓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第一名就是老电话的多钱你的爱，开这种老车，然后这个谈论这种古老的话题，这个是目前老屁股能做的事情了。啊，那我们这个我也不知道哦，我们这个花这么多钱来整理这一台车子，这个最后这台车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对啊，那怎么办？会有人买吗？整个整理起来，现在成本十几万的呢。而且哎、欸，你要想哦，虽然一台车，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买7万吧，你要加哦，现在超过15万，加车价的话，一台漂漂亮亮的，然后是可以让我们这样开上高速公路，好，然后在这个乡间小路这样慢慢的开，对不对？我还把我最喜欢的一台音响装在他身上，这个音响真的我在台湾现在的拍卖找不到，这是我有一次去逛那个跳蚤市场的时候，去买到一台中古机。它虽然是这个旧款的，但是它有 AUX 跟 USB 的插槽，可是它是做复古的造型。这个如果让我在台湾看到，我一定买个5台10台回来放。这很贵？没有，不很贵啊。你说 eBay 买？你有看到吗？我看到英国 eBay， 英国 eBay 有找到？送不来，他没有送海外，送到台湾。哦，哎、啊，你看一台多少钱？4000多。是台币吗？对。啊，你帮我拿去英国卖掉好不好？卖4000就好了。我买1500哎。哦，我是二手的啦。啊，这个。卖家他说他当初好像是去荷兰还哪里买回来的，所以让我捡到这一台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哎，我觉得我们要爬山爬上去吗？可以吧？确定？看我怕腰酸的。好啦，拼拼看啦，我帮大家试一下车况。泰山，你不觉得开这种车就是比较没有压力？就是你慢慢的开在路上，其实我们不要耽误到后面。可是一般的人他能够接受说你的速度没那么快，甚至说这个路人的眼光就是会投以这种。看那的眼光而且这方向盘超细哦，老车就是要配合这种，我常常在希望方向盘很粗，可是我跟你讲老车就是要细的方向盘啊，而且玉龙哦，受不了受不了，这个就跟现在你去外面看到一台黑胶唱盘是一样，有些人喜欢收集古着嘛，其实我很喜欢逛一些这个古董市集跳蚤市集，我公司不是很多那个旧铁牌，那时候我去买的啊，知道啊，还有我那个直播后面那个正义女神，我们门口红杆旁边的一个铃铛，那个全部都是我去古董市集收回来的呢。我就很喜欢那种有年代感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四档跑上去换3档。哎、欸，可以呢，哎、欸，可以啦，轻松，真的轻松。冷气关掉应该会更棒。请小坦帮我们把水管都换掉啊。真的哦，目前还没爆。哎、欸，哦，还没到，有一只新的照相机还没到。这不用怕了。谢谢。人家骑野猪甩尾有没有？野猪都可以甩尾了，他也可以甩尾，应该是可以啦，只是没有场地耶。以前我们半夜有没有可以讲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以前都会跑去那个动物园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，晚上然后去那边甩尾，然后那时候半夜都会有一大堆情侣有没有？妈的车停在那边暗收的时候，我们在前面撞阿小，然后就跟朋友去那边甩尾。然后呢，把那情侣就看他一台一台车发动，然后都开走了。这样真的很好笑。看呐、啊，你喜欢度的笑哎，哇！破坏人家好事。舒服。我除了舒服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。我只是觉得说，我们又好不容易哈、哦，费尽心力又救一台老车回来。啊，其实最近哈、哦，我在清仓老车，因为真的以目前公司的营运状况哦，其实你看他妈车每天移车。你知道公司的弟兄都在抱怨，他每天移这些车就饱了，所以我们也在尽量说不要造成员工的困扰，所以我尽量把一些车就
不整理就处理掉，红色啥弄的处理掉了。我们好两年前拍的，你还没来的时候自己拍的那个，还有一些老车陆陆续续都慢慢释出来处理，因为真的我们还是要顾到生计啊，要不然这种疫情的状况，老是这样玩也不是办法。有的时候我感觉你好温柔，你有听过？有印象。谁唱的？杨凡跟江蕙唱的。屌了吧？你知道杨凡跟江蕙有唱过歌吗？不知道，杨凡会唱歌。杨凡还妈还男扮女装过，爱的迷惑你不在啊？也不是男扮女装，他穿得很像那日本的那种艺妓的那种，脸都涂很白。杨凡的男扮女装，我只记得杨婆婆而已啊。杨婆婆，看人家董月花，你给他摘。那你有没有听过那个？你让他叫你宝贝，不要说我做的不对。哦，我听见有人叫你宝贝，你让他吹你的宝贝。啊，不要不要，不是、啊，你没有听过吗？我刚刚在听懒觉。哦，你懒觉我宝贝。我就走神。最近呢，要多听一些老歌，唤起一些回忆。年纪到了嘛，你知道人到一个年纪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这个老人躺在床边的时候，他亲人要来一直叫他名字？因为他已经快忘记自己叫什么名字了。我现在差不多了。我现在差不多了。我走到厨房，哎呀，忘了厨房会冻伤。再年纪大一点，冰箱打开就要尿尿了。好啦，我们这一台之前观众朋友已经看过的303W 已经完成了。这次的这个东道车业小厂也帮了很大的忙，因为他帮我们解决掉所有包含引擎啊、冷气啊、底盘啊，还帮我们改成了这个旧款的车头，而且还提供这些它的备料新品哦。你看这个玉龙的 mark 还发亮。那除了这个整个烤漆之外呢，我们也在铝圈上面，我们也帮他做了一点点的装点，好不好？这个后面都会有详细的影片，如果来得及开会员频道的话，可能会放在会员频道。好吧，以后我们都用这种方式。好，你们都看大概的啊，想要看深入的，我们都放会员频道。好，一个月399，知道吧？可是我们要送能量水啊，哎，很便宜吧？399还送小师的能量水，小师的能量水听起来很怪怪的，怎么弄出来的？哎，怎么弄出来的？那当然，这个整个烤漆的过程分享以外，它这天线整个都还好的，你看。这个已经弄断一根少一根了，我们小心不要太粗鲁的啦。那内装的部分我们也是尽量的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，然后再来这个，当然我们里面也做了一些适度的美容跟清洁，好，就把它还原而已。那可以看到这个后车厢的部分，哎，你看这灯都新的，有没有？还发亮，有没有？还有这后保管的 Q 钉铆钉也非常棒，好，还有后灯壳也是新的。那里面我们也是烤漆，有烤到这个内规板的部分。你看它这个天棚是承重波浪状的复古的天棚。好啦，反正这一集的分享哦，我们一样就是烧制作费。我每次拍这一种爱车大改造啊，或者是这种把旧车整理翻新的影片，我都笑不太出来，都很沉闷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开拍前都先收到账单。哎，你看这个车很棒，我们坐在这边聊天，上面有个盖子，然后泰山蹲着在拍我。哇，要死我啊！泰山，哎，不要离我太近哎，不然一个男人坐在这边，另外一个男人蹲着，人家想说我们在干嘛？那这上面比较多的花费，可能就是在这个小毯的部分啦、啊，因为他帮我把所有的水管也都换掉了，哦，冷气啦、风箱啊，哦，变速箱的齿轮油，所有的水管、节温器、水箱、压缩机、风扇、差速器、膨胀阀、什么灯，还有外观，我们刚刚看那些配件，那隔热纸我们全部拆除，这个恢复它通透的感觉，好不好？这一台车，这个真的也很多的老师傅，还有我们的同仁尽心尽力。一点一滴花很长的时间慢慢打造出来。哎，泰山这台从开始整理到底整理多久？3月的事情。是。对啊，那一台车随便弄个接近半年都是凉凉的。那这个我老话一句啦，我每次做这个影片看到这账单都是最感慨的。在家原本我们买这台车7万，好啦，你说我买太贵 ，OK 啦 ，Anyway 随便，反正到最后卖掉也休想赚钱。反正我们就是用这个来换一些我们的流量，所以现在哎，我们流量打开了，对不对？订阅数打开了，所以。有很多观众朋友说，哎，我以为你们的订阅应该更多，对我也以为，你们都不按，只要看啊、哦，至少支持我们一下，那让我们有流量，有更多的干爹，有预算，然后来把这个流量回馈在车子上面，那我们可以救更多的车。哦，我那刚刚我流浪动物协会一张刚打完，其实我们做这个不是说为了，真的不是为了要赚钱，真的是为了说跟大家分享说，其实你如果喜欢你自己的车，爱你自己的车，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车塑造成你喜欢的样子。好啦，这不是我要赚钱，拜托啦，订阅一下。有没有？我拍伟哥的那已经快破百万流量了。
啊，结果现在订阅才300,000，妈剩下700,000，他妈的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没有，我真的我拍这种影片跟推车啊，跟这个你要卖多少估车啊，我其实拍这种影片我真的都不会嗨啦，因为每次看到账单都觉得难过。我当我的感觉，每个人的车都不希望自己的车被定义一个价钱。好，尤其像这种，它可能是充满了年代感，充满了无限的回忆。那我们想办法把它救回来。那我觉得这一种方式还蛮不错的啦。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，头痛归头痛，零高归零高。好，开玩笑是虽然是归开玩笑，可是真的，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，我们不要讲利润这件事，赚钱这件事情，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啦。真的啊，我们有多一些流量，多一些预算，然后来把这一些老车救回来跟大家分享，甚至把它交到认同我们或是有缘人的手中。对不对 ？Camry Wagon 也是这样嘛，卖掉虽然也没有赚钱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很享受当中的成就感。然后看到前车主很开心，开出很开心，前车主一直到现在他开着他到哪里，他都会传照片、影片给我们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就很足够啦、啊。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蛮有意义的。其实我一直在讲那个老车博物馆，其实我都有一点想开了，对啊、想开了是。想开了呢，就是想要放弃了。放弃了，不是想开博物馆，是放弃，所以我才会陆续清仓老车，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切实际啊。不是说我太早放弃，我也很希望，可是真的留不太下来啊，地方有限，这个生意现在疫情的关系也没有那么理想啊、哦，还过得去啦，不要说我装可怜，还过得去啊。反正呢 ，anyway， 好、哦，这个有意义的是，希望大家共襄盛举，好不好？你的共襄盛举可能就是订阅，或是帮我们多看一些流量，好不好？那记得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贼寒金，贼寒金，贼寒金，凭我一生。我最热情梦，你却在梦我恨，西装发西风。谁唱的？广东的。爱情寒金啊！你真的不知道、啊？真的不知道啊！啊，我是日本国的、啊，对吗？敢啊！你真的要讲到老的日本歌，你也不见得会几首、啊。是啊。好多啊，沙沙阿妹有气。再世鍵館。はい、車に食いに。マーシーの。